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期嘅生活调查团，我系瑞恩。嗱，而家啲人咧，无论去到边咧，第一个时间咧就问有冇 WiFi 啊 ，WiFi 密码系几多啊？如果连上 WiFi 嘅话，哇，成个世界咧都变得美好晒啊！如果连唔上嘅话，唉，成个世界末日咁啊！甚至乎咧，有人话世界上最遥远嘅距离咧就系话搜到 WiFi 之，但系咧又连唔上。嗱，其实喺我哋生活当中咧，可以话系离唔开 WiFi 噶啦。之，但系咧有一家人因为呢个 WiFi 问题咧就变得好烦恼。究竟系点解咧？冇网嘅。唉，边个又掹咗嗰个 WiFi 去啊？喂，咪住，你做咩啊？我想发个朋友圈咯。同你讲咗几多次啊？唔好用呢个咩 WiFi 啊？咩 WiFi 啊嘛？系啊，一阵生咗一个孙出嚟，竟然啊点算啊？哎呀，奶奶唔使咁紧张，冷静啲。依家啊，度度都用噶啦，我哋唔用隔篱屋企都用噶，而且啊，依家周围商场都有噶啦，冇事嘅，唔使咁紧张。系喎，你提醒咗我。你唔好用嗰个咩 WiFi， 唔好插电用啊！我去嗌啲隔篱农舍关咗啲 WiFi 先。我手机啊！相信而家好多个孕妇家庭都会有同样嘅顾虑，究竟 WiFi 发出嘅辐射系咪真系对孕妇造成伤害噶啦？日常生活已经离唔开 WiFi 啦，我哋又应该点办啦？下面就等我哋带住呢啲问题一齐展开今日嘅调查。嗱，听到辐射呢个词咧，我就谂到之前嘅抢盐事件，到之后居民抗议呢个喺住宅楼附近收基站嘅事件啦。嗱，从呢啲事件咧，其实可以睇得出喺佢哋心目中辐射呢个词咧，代表住往往嘅系可怕。咁究竟我哋平时用开嘅 WiFi 路由器有冇辐射嘅咧？如果有辐射嘅话，对孕妇又有冇影响咧？其实辐射咧就系、其实就系电磁波向空中四面八方传播出去咁嘅一种形式。例如我哋依家用到嘅电灯啊，或者系太阳光啊，或者系我哋用到嘅一啲电器产品啊，佢都会发出辐射嘅。专家仲话，要判断一个物件系咪有辐射，其实亦都好简单。自然界当中嘅一切物体，只要温度喺绝对温度零度以上，就有辐射。喺前面咧，专家就讲到啦，温度喺绝对零度以上嘅物体咧，就系有辐射噶。哇，咁样讲嘅话，我自己都系有辐射嘅，甚至乎食嘅食物啦、阳光啦、水啦，唔通全部都有辐射？哇，咁样睇嚟嘅话，成个地球都系危险噶。咁如果按照辐射嘅分嘅种类嚟讲咧，咁我哋又要睇嗰个辐射到底系属于边个频段啦。咁根据频率电磁波传播嘅频率嘅唔同啊，佢嘅辐射都处于唔同嘅一种辐射形式。咁如果系一个比较高辐射嘅，比如话一个非电离。电离辐射或者是非电离辐射，这两种是不同的。专家听了瑞恩的疑问之后，就跟我们讲，其实辐射是分很多种类的。那路由器的辐射是什么辐射来的呢？这个电离辐射和非电离辐射呢，它是按照这个电磁波传播的频率不同。那如果我们一般来讲比如说手机有 WiFi 啊，或者是一般的太阳光照射啊等等啊，都是属于非电离辐射。电离辐射和非电离辐射都是属于电磁辐射的范畴之内。专家就说，辐射本身是中性子，并不是所有的辐射都会令人带来危害的。据了解，我们上网使用的 WiFi 电磁波波段一般是 2.4 赫兹到5赫兹，民用级为 2.4 赫兹。那老游戏发出的这些看不见摸不到的电磁辐射，到底会不会对孕妇造成隐患呢？下面我们一起来问一下医生啦。直接对就是孕妇的一个损害，身体的损害。另外的话，它也可以经过胎儿，胎儿它是一个属于一个，特别是一个早期前三个月，它属于一个发育阶段的话，那它对胎儿的一个细胞的一个杀伤，那可能导致小孩的一个畸形，它有的发育的一个就是受到限制，那可以导就是一是畸形的问题，一是流产的问题、早产的问题，或者它将来出生以后的一些发育障碍呀、它智力障碍呀。所以说这个孕期是要尽量的要觉得要
避免的。原来电磁辐射已经被国家卫生组织列为继水源、大气、噪音之后第四大环境污染源，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咁路由器的辐射是不是可以达到对人产生危害的强度呢？其实辐射，我哋讲的一个电子信号或者是无线信号啊，向周边发射咁嘅一个过程就嗌做辐射啦。咁呢个辐射咧，佢个大细，国家已经对佢做咗一个比较严格嘅一个标准。咁呢个标准范围内嘅，我哋都认为系安全嘅。由于 WiFi 辐射属于电磁辐射，所以人体所承受的最大 WiFi 辐射强度需要参照国际上对于电磁辐射剂量的安全标准。而我们国家对路由器的辐射强度是有国家标准的，当电磁辐射强度超过国家标准，就会产生负面效应，引起人体的不同病变和危害。但专家就说，只要你屋企的 WiFi 路由器的电磁辐射强度不超过国家标准的话，这样就不会产生这个负面效应的了。我自己也都知道而家市面上的 WiFi 路由器，哇，真系各种各样，款式好多好多。我自己喺度咧都冇办法一一调查清楚边一种路由器咧系安全嘅，边一种路由器咧系唔安全嘅。咁样嘅情况之下，我哋嘅孕妇仲有冇办法可以放心使用呢个 WiFi 路由器呢？唉，奶奶，我唔用就系啦，你唔使咁样揽住佢噶一日。哇，你话你一阵又谂住偷鸡鸡上网啦？你睇到电视点讲未啊？佢话呢个 WiFi 啊唔封好嘢啊，一阵用咗个胎变 K 型噶。唔会噶。咩唔会啊？你见到电视点讲未啊？哎，妈子老婆倾咩咁热烈啊？又睇甄嬛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帮手话下你老婆先得啊！都讲咗话呢个 WiFi 唔好嘢嚟噶，你老婆成日挂住上网，一阵搞到个孙变 K 型都唔知点死好啊！我唔系咁啊嘛，唔使担心，我今日专登喺电脑城淘翻嚟啊！咦，无线路由器专门孕妇专用，保证有得食。冇你个死人头啊！冇，佢讲你又信啊？佢插咗电啊，嗰啲灯嘅油气咁闪下闪下，辐射肯定大啊！我就唔信佢对嗰啲大导波冇影响啦。你一阵用咗你老婆个胎，仲要唔要？最近有一款適合孕婦用的 WiFi 路由器在市面悄悄走紅，商家就是捉住大家擔心普通 WiFi 路由輻射影響胎兒的這種心理，開始銷售一款可以減少輻射、為家庭特殊人群提供特殊的照顧路由器。這種具有孕婦模式的路由器開售以來銷售量節節上升，究竟這個路由器是否真的可以有效減低輻射呢？今天我們就來一探究竟。嗱，我手上拎到呢個咧就係孕婦 WiFi 路由器啦。咁我哋同普通嘅 WiFi 路由器啦嚟對比一下，睇下有啲咩唔同先。嗱，喺我右手邊呢個咧就係普通嘅 WiFi 路由器啦。咁從外觀上嚟睇啦，顏色上咧係有唔同嘅。咁整體嚟講咯，其實我覺得呢個孕婦嘅路由器咧會比普通嘅咧要高大上啲，同埋呢個摸上去嘅感覺啊，好薄、好輕，同埋佢嘅材質都唔同嘅，特別亮少少，特別光啲嘅。但係右手邊呢個普通嘅咧，就會好大嚿啦，同埋整體嚟講咧係好重嘅。嗱，撇開佢哋外觀設計嚟講啦，係有唔同之，但係從其他方面嚟講啦，都係一樣嘅。嗱，譬如話呢個位置啦，呢個網線接口嗱都係咁嘅，而呢個孕婦嘅路由器啦，都係有五個呢個網線接口，同樣啦，佢哋都係有兩條天線嘅。嗱，我而家展示俾大家睇睇先，呢個一條啦。这个又另外一条，好了，那再来看看普通的路由器是有一条两条，那他们两个都是分别有两条天线的。我哋先嚟睇下价格啦。呢个普通嘅 WiFi 路由器啦，系99蚊，而呢个孕妇路由器啦，而家亦都系卖99蚊。由于呢一款主打普通家庭用户，一切从简单、从实用出发，为孕妇提供安全嘅无线网络，所以吸引咗唔少人购买。咁呢个孕妇路由器究竟有啲咩特别啦？嗱，唔使心急住，我哋一齐嚟睇下官网咧系点样宣传嘅，睇下佢官网啦会点样讲呢个。軟件嘅咧，
嗱，佢上面咧就寫到話有一種孕婦模式，話係可以降低輻射啦，準媽媽咧係可以安心放心咁樣上網嘅，仲話咧呢個信號強度係可以調節嘅。咁呢個信號強度係點樣調節咧？就通過一個 Apps 啦。咁我之前咧已經係喺手機上咧提前下載咗呢個 Apps， 嗱，我展示俾大家睇睇先，就係呢個啦。主页界面由上下两个部分组成，上半部分就显示咗六游戏目前的工作状态，例如工作时长、具体流量数字以及最中央的当前网速。这个老游戏就给我们提供了三档信号强度，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变换工作模式。这个孕妇老游戏的官方说法就是通过改变这个信号的强度和这个发射功率，令到这个孕妇有一个安全又放心的上网环境。究竟这个老游戏是不是真的可以前面我哋讲到啦，唔同嘅工作模式就系改变信号强度，亦就系话呢个老游戏如果真系达到唔同嘅工作模式，咁佢嘅网速肯定会随住信号强度而变化。所以我哋呢一次实验系使用唔同终端设备，喺孕妇老游唔同嘅工作模式之下打开同一个网，并且记录最高嘅网速。嗱，咁我呢度咧已经准备咗一个孕妇路由器噶啦，咁我已经通咗电，同埋咧已经连接咗一个十 Mbps 嘅网线，咁同时咧亦都准备咗一个连 WiFi 嘅手提电脑啦。咁一阵间咧，我就会将呢个路由器咧切换唔同嘅工作模式，譬如话穿墙模式、健康模式同埋孕妇模式，然之后上唔同嘅网站，有新闻网、视频网同埋购物网嚟测试一下佢嘅网速咯，可以最高去到几多？嗱，实验完之后咧，呢一组数据咧就可以睇得出究竟呢个孕妇路由器咧系咪真系有效咁样切换唔同嘅工作模式？好啦，咁接落嚟啦，我哋开始进行实验。咁首先咧，要通过呢个手机 Apps 啦，将呢个路由器嘅工作模式调到去穿墙模式。大家见到穿墙模式 OK 啦。咁我哋将手机摆埋一边，然之后咧，我哋首先要上新闻网站。我哋见到最高系去到393。经过一轮测试落嚟，唔同嘅工作模式打开网页速度如下，例如穿墙模式当中，打开唔同嘅网页最高网速系每秒591K， 最低嘅网速系每秒282K。喺健康嘅模式当中，打开唔同网页最高嘅网速系每秒232K， 最低网速系每秒115K。最后喺孕妇模式当中，打开唔同嘅网页最高网速竟然去到每秒262K， 最低网速亦都只系每秒178K。好啦，全部数据咧已经好清晰咁样见到噶啦。咁首先咧，我哋从呢个健康模式同埋穿墙模式对比之下啦，可以见到健康模式佢信号啦，确实系弱过呢个穿墙模式嘅。但系咧，我哋再望下下边嘅呢两组数据啦，嗱，健康模式同埋孕妇模式嘅相比之下啦，呢个孕妇模式嘅信号竟然系强过健康模式。哇！咁孕婦模式嘅信號咧，係根本就冇降低過嘅喎，唔通呢個係商家嘅一種噱頭？嗱，我冇辦法單憑呢組數據咧嚟判斷呢個孕婦路由器有冇真正咁樣切換唔同嘅工作模式，所以咧，我需要更加準確同埋更加科學嘅一組數據嚟驗證一下。要知道孕妇路由器究竟有没有作用，还要看看它在不同工作模式的辐射有没有变化，而这个数值的变化是否可以保证我们的孕妇的安全呢？好啦，我桌面上已经摆着两个 WiFi 路由器，其中一个就是普通的 WiFi 路由器，另外一个就是孕妇 WiFi 路由器，同时我都准备了一个专业的辐射强度检测仪，我就会分别去检测它们的这个辐射有多少。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嚟測試一下普通呢個 WiFi 路由器佢嘅輻射咧係幾多？咁由於咧佢嘅工作模式淨係得一個，係最普通嗰個，冇其他工作模式，所以咧佢淨係得一組數據嘅啫。咁我哋而家咧就攞出呢個檢測儀，開始檢測一下佢嘅輻射。好啦，咁我哋見到普通 WiFi 路由器佢嘅數據咧係1.86微亞每平方厘米嘅，1.86 UW。
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就要測試一下呢個孕婦 WiFi 路由器佢輻射。咁首先咧，我哋就要將呢個通電啦插落去呢個孕婦 WiFi 路由器上邊，同埋呢個網線啦都要移過嚟。好啦，咁我哋而家咧首先要將呢個路由器通過手機 Apps 啦調到去穿牆模式。原本是孕婦模式的，要調到穿牆模式。好了，已經調節完畢，那我們放回旁邊，繼續拿這個檢測儀來測試一下它的輻射。好了，我們看到穿牆模式的數據是 2.58 微瓦倍平方厘米的。調查員通過專業的儀器的測試，發現普通的路由器的輻射是 1.86 微瓦每平方厘米，而孕婦路由器的穿牆模式輻射要比它還要高，每平方厘米有 2.58 微瓦，健康模式就有 1.26 微瓦每平方厘米，而我們最關心的孕婦模式的輻射每平方厘米亦只是有1微瓦。好啦，路由器的輻射數值呢就已經測試完畢㗎啦，咁我哋而家咧就嚟測試一下冇路由器嘅普通環境之下，佢哋嘅輻射數值係幾多？好啦，咁我哋首先啦，就將呢個拆咗佢先。好啦，咁我哋而家見到個數據咧係0.00微瓦每平方厘米嘅，亦即係話而家嘅環境之下咧係冇輻射嘅喎。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就將呢個數據寫埋落去先，作為一個空白嘅數據。好啦，所有的數據咧就已經寫喺呢塊板上面噶啦。咁我哋而家一一嚟觀察一下。咁首先睇下呢個空白嘅數據啦，空白嘅數據咧就係環境之下個輻射數值啦係零嘅。咁所以話咧，環境係唔會影響到我哋兩種路由器嘅一個測試。咁我哋再嚟睇下普通路由器佢嘅輻射啦，係喺呢個孕婦路由器嘅穿牆模式同埋健康模式嘅之間。咁再嚟睇下孕婦路由器嘅孕婦模式啦。是比其他三種都是低的，也就是說孕婦模式它的輻射是最小的。那這個數值的變化是不是就可以代表這個孕婦路由器可以令到孕婦在一個安全又放心的環境之下上網呢？一般來說呢，這個電子產品它都應該具有一定的功率，它這個功率下面呢，它就保證了這個信號它是達到或者是符合相關的要求的。你單純降低，通過降低這個功率來講呢，那它可能個性能就會下降。專家就話，因為 WiFi 是一種電磁波，可見光亦都是一種電磁波，所有的電磁波在空氣當中傳播嗰陣，都是以發射源為中心，向四周一波波咁湧出去間。如果靠通過調節模式降低呢個輻射一倍、兩倍，咁就係冇乜作用緊。如果真係要降低輻射，就要一個數量級咁降，亦就係十倍咁降啦。但係咁樣仲不如遠離老遊戲有效。原來輻射數值上面的降低咧，並冇對孕婦嘅健康起到一個有效嘅幫助，而呢個孕婦路由器嘅安全上網咧，淨係商家嘅一個噱頭嚟嘅啫。嗱，啱先咧，我亦都有喺專家嘅説話當中啦，揾到一個重要嘅信息，咁就係佢提到啦，如果想要呢個輻射細嘅話，遠離呢個路由器咧，要比改變功率咧會更加有效。咁問題就嚟啦，咁我哋究竟要離呢個路由器幾遠先至係安全嘅呢？發現問題的瑞恩就即刻回到實驗室啦，並且將實驗道具搬到適合呢一次實驗的長走廊嗰度。好啦，咁大家見到我台面上已經放住上一個實驗的所有道具啦。好啦，咁究竟咧我哋要離呢個路由器幾遠先至係安全嘅咧？接落嚟嘅時間，我哋一起嚟做個實驗先。咁首先咧，我要測試一下周圍環境之下嘅輻射係幾多。好啦，咁我哋見到而家個數據咧係0.00微瓦每平方厘米嘅，亦即係話周圍環境之下咧係冇輻射，對我哋之後嘅實驗咧係唔會造成任何嘅影響嘅。接落嚟，調查員就將普通嘅路由器接上十兆嘅網線並且通電，然後喺距離路由器一米、三米同六米三個地方測試佢嘅輻射強度。喺測試之後，呢三個地方嘅輻射強度分別係1.63、1.04、0.43。接落嚟，將孕婦路由器接上十兆嘅網線
网线之后通电，并且用手机嘅 APP 将路由器嘅工作模式调到专长模式。三个距离嘅辐射强度依次为 2.42、1.54同0.65。瑞恩再用手机将路由器嘅工作模式调到健康模式，三个距离嘅辐射强度依次系1.55、0.98同0.36。而最后嘅孕妇模式嘅辐射强度依次为1.3、0.72同0.18。好啦，而家所有嘅数据咧已经写晒喺呢块板上边噶啦，咁我哋而家一齐嚟睇下。嗱，无论系从普通 WiFi 路由器啊，定系从孕妇 WiFi 路由器嘅三种模式都好啦，只要系佢嘅距离越远嘅话，辐射咧就会越嚟越细。咁系咪就代表只要我哋以后离呢个路由器足够远嘅话，咁辐射咧就会越细，甚至乎咧系接近零，我哋就已经安全嘅咧？即是正常人產生的一個疑問，因為他們 不知道到底這個量到底是什麼、我們在使用這個電子產品當中呢、因為國家對這個生產電子產品、它有一個強制的電器生產的一個準則標準、只要是在這個標準入邊下邊的電子產品，咁如果你正常使用都係冇問題嘅。專家就話啦，呢一個輻射功率同健康冇任何關係，因為我哋用嘅呢個 WiFi 嘅能量係好弱噶。根據我哋測出嘅數據，佢比我哋嘅環境標準都要少3到4個數量級。但瑞恩咧就喺度提醒下各位啦，如果你屋企有孕婦嘅話，就唔使驚話呢個 WiFi 輻射咧會影響到胎兒，因為如果你使用得當嘅話，係完全冇危害噶。不过在这里生活调查团还要提醒大家，虽然 WiFi 对人体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家中无线路由器都应该安装得离人远一点，不要安装在床头附近或者书台上，准妈妈就要尽量避免近距离长时间接触。而无论是国际定是我国国内，都对电子产品有着严格的要求和监控，因此准妈妈购买电子产品，尤其是无线路由器的时候，一定要购买正规公司生产的产品，这样才会有安全保证。究竟 WiFi 路由器的辐射会不会对孕妇造成影响呢？通过今期节目的科学验证和专家解释，大家已经知道其实这样的担心是没必要的。不过只要人类的社会继续发展的话，这种问题还是会继续发生。不过重要的是，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用科学的态度，既要严谨又要积极。如果不是的话，不单止解决不到问题，甚至乎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好了，今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节目资讯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生活调查团的官方微信，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